朱炳添、杨倩成品牌宠儿，为何张雨霏、全红婵却先有个人代言？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相继落幕，奥运冠军们迎来了难得的假期，这可能是他们最轻松的一个阶段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参加各种庆功宴。另一个签代言签到手软的是奥运首金得主杨倩，孙艺文的形象气质以及击剑运动员的身份，让他更加上镜上相，再加上在商业领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，代言方面迅速攻城略地。